快过年了，学我这样做个三杯鸡真的非常好吃啊。嗱，第一杯呢倒入纯正的花生油，先将啲鸡皮呢煎香佢，跟手再放入姜葱蒜爆香。跟住第二杯呢就可以放入生抽同第三杯嘅花雕酒。加多一碗水啦，冚好个，用中细火焖个30分钟。跟住再喺鸡皮上面淋上7749下，咁就得啦。咁辛苦都睇到呢度，帮我点个赞先走，得唔得先。